今天太晒了，还好我准备了防晒乳。姐姐，可以帮我涂一下吗？啊，不行吗？可是我自己涂不好，你就帮帮我吧。谢谢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啊，我准备好了。你的手好凉，是感冒了吗？那就好。可能因为我刚才激烈运动，现在体温有点高，才觉得你的手凉吧。嗯，没关系。还蛮舒服的，凉凉的，非常适合用来帮我降温。嗯哼，这个防晒乳涂在身上好舒服。哎，先别走啊，还有肩膀和脖子，姐姐，也不能半途而废啊。嗯，有点痒，不过味道香香的，很好闻。不是防晒乳，是你的头发。你是害羞了吗？耳朵红了，很可爱。你不想回答也没关系，我只是觉得有关你的一切都很美好，所以我可以再多靠近你一点吗？就像现在这样。哈，这是你特地为我做的银耳汤吗？哦，好香啊，我喝喝看。啊，批了一整天的文件，手好像有点麻了。你看我都这么惨了，你能为我吗？我就知道你心疼我。哎，疼！啊，好像起泡了。就是这个地方啊，你摸摸看。感觉到了吗？哎，你别生气，想动你一下嘛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别走嘛，再多陪我一下，好不好？嗯哼，你果然舍不得我。别动，再让我抱一下，一下就好。总感觉有你在身边，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幸福的。好，听你的，我先把汤喝完。嗯，还有最后半匙，别浪费了。
终于喝完了。谢谢，你能留下来陪我，我很开心。